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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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放着。自己只想念佛，消自己业障，不想做其他的佛事了，超度，这样可不可以？可以。我现在年纪呢六十了，诵无量寿经呢只诵了700多遍，现在想放下来一心念佛，可不可以？可以。听经的时候可不可以念佛？那就看你啊，听经呢还是闻经义，听到之后啊根据来修行就好。那如果说能够不妨碍，可以念佛。家里蟑螂多蚂蚁多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个事情呢都是很烦扰缠扰，可以介绍方法，就是可以跟他们商量了。这些动物哈都是有佛性的。那么像慧净法师有一个例子，就是他在家里也有很多蚂蚁，那蚂蚁呢一开始都很仔细的来照顾他们，垃圾桶啊这个厨房的台面上都有，这样生活很不方便。然后法师就说呢，我是一个念佛修行人出家人，在这里住着哈，虽然再怎样照顾都会伤害到你们，那么最好呢我们彼此不要妨害，你能换一个地方搬个家，将来我到极乐世界成佛啊回来度你们。那讲完之后啊还是跟平常一样念佛，结果发现家里蚂蚁不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成群结队的，这个成群结队。那法师也没办法，只好走路绕开他。那在干什么呢？结果是蚂蚁在搬家，搬了7天才搬完，一直浩浩荡荡搬到门口。那后来法师每天就放了小米放了地方给他们自己去搬啊，这样的例子很多。那还有一位莲友告诉我呢，他是在超市里面工作，超市里边呢有这个食品啊都有老鼠啊来咬破，那么他也是念佛的，感到很麻烦，晚上呢咬破了也不好卖。后来呢他就每天呢给这个老鼠，在当地叫做什么霸子，老霸子，沈阳话叫巴子，天天跟他唠嗑说呀，这个你哈应当要听话，不要来咬破。然后呢每天也给他放一点食品放旁边，结果哈这个老鼠大概是一个月两个月老鼠都不吃架上的东西了，就专门来吃下面的瓜子啦什么方便面啊，而且嗑的瓜子都吐得很整齐放在旁边堆着。又过了一段时间呢连这个也不来吃了，就走掉了。那么也是念佛跟他来讲，这个都是很有感应的，有诚心来好，尽量护持这个幼小动物的生命，不能因为小就觉得说可以随便打杀，那还是杀生。啊，这里问了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上次有提到说在家庭妇女啊在家里免不了这个有做甚至自己吃素啊，家里环境不允许，还要为儿孙呢、来切肉，那么心里感到很矛盾，怎么办呢？我是说啊，你可以边念，那没有办法情况下呢，只好这个心怀惭愧，就是边切就边念佛。那这样有人误解说，我已经受过菩萨戒了，是不是我也可以？原来在家里都不切肉的，现在也可以边切边念佛呢？那这样不可以。那你原来哈都家里都能够通融都能做，那这样呢还是要护持自己清净不必。那之所以说要有这个切肉哈，最好是不要买活的动物。那我们出于学佛修行人，如果能够吃素啊，带领全家吃素，这是最好的。不要从修行的角度，就是从身体的角度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个是值得大大的提倡。总之我们修学佛法，让我们要深静哈。如果实在达不到的，有种种的困难和障缘的，那可以在佛前呢来忏悔。比如说我原来受了五戒，我对五戒啊也不了解，糊里糊涂受了五戒，结果自己家里呢是开饭店的，那么这个呢又不能把饭店卖掉，那你就要惭愧忏悔，说我这个不杀生这条戒啊可能没法受，那只有方便四戒啦三戒啦，然后更加觉得自己呢这个业障深重，要更加念佛。这是万不得已，没有办法，本来这个净土法门呢就是为了罪障深重，种种的这个业缘啊牵扯不能自在，这样的人所开特别法门。所以一方面自己内心里边呢有安慰感，念佛可以往生，另一方面有惭愧感啊，有柔软心。
所以这个佛教的目的啊，是智戒呢，让人防非止恶，对治三业。啊，佛法呢就是心法，用戒律啊来减损众生贪嗔痴性、生死祸业。这个基本来讲是如此。那只是众生的根性啊各有不等，有的能做到，有的做不到。而且我们佛法讲这个戒啊、对治啊，目的也不是停留在对治，是让我们能够就近解脱生死轮回。如果我们所以谈戒定慧对治我们的贪嗔痴烦恼，最终呢是要让它消除的干净，解脱生死轮回。那么如果我们这个能靠此修行解脱呢，那当然更好。达不到怎么办呢？只好来念佛。那么念佛平时并不是以为念佛就没有这样的功能，真正的念佛的人自然而然哈，心底也会调柔啊，也会呢有慢慢的贪嗔痴的习性就会减少，这个才是比较相应。如果说一念佛还是几十年贪嗔痴老是那么重，那可能就是没有在真正念佛了啊，这个是也不矛盾。是否应该呢随缘了旧业，了旧业切莫造新殃啊，念佛人应当如此，不管修行什么法门都应当如此。过去的业债来了就随缘了了，那么谨慎自己呢，未来没造的尽量不要去犯过恶。另外说呢，这个念佛啊，虽然说信愿念佛一定往生，但臭因愿再来的时候必受果报，这种啊不正确啊，不是这样。因为他说呢，定业不可转，定业也可转，定业是看相对什么，遇到了阿弥陀佛了啊，定堕地狱的业报都可以转。一旦到达极乐世界啊，我们必定成佛。一旦成佛呢，就不谈这些什么受不受报的问题，他就无所谓超越因果啊，谈因谈果，这个都是凡夫地的事。到佛地的时候呢，这个都相对了，不谈这些了，是绝对性的啊，绝对性的真如的真理的本身。这个呢，就是可能需要要有点这个理解了。那么成了佛之后呢，他是一切自在了。那至于说也有经典的讲啊，受这个金枪马脉之报了，那这个是佛呢方便劝止啊，以我们众生这样的一个身份呢，说即使我成了佛，你看还受这样的报，所以大家应当谨慎恶业。其实并不是说佛成了佛了还像我们头疼脑热的啊，还有死，你看佛不八十几就死掉了吗？那个都是视线，并不真的是佛还这样啊。这个大乘佛法里边呢，一切自在了，我与法王与法自在了，就是头疼脑热也是大涅槃，就视线而已，并不是认为说佛是实业凡夫，我们到极乐世界成佛了还要过来受报，那成佛有什么意思呢？你回来还要去到三个道，你成啥佛呢？就好像这个金子成了纯金了还要成为矿质，那不可能啊！一旦成佛就成佛了。古佛再来怎么回事啊？为何示现菩萨身？这是为了呢，所以一佛出世，千佛护持，那么来共同护持佛法。像释迦佛在这个世界成佛呢，文殊普贤就来示现菩萨来护持啊，共同的推行这个佛法教导。佛的寿命不生不灭，为什么地藏经里说某某佛的寿命多少多少劫？佛有三身啊，法身、报身和化身。法身无始无终，那报身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法身，真如离体的本身，无所谓过去，无所谓未来，无所谓现在。那报身佛呢是有始无终，都是不会有寿命终结的。化身佛呢就有劫数长短，像释迦佛呢有八十几岁，其他佛所讲有劫数长短的都是化身，不是报身。基督教的天父就是第十天，有人说耶稣老子就是佛，天堂也是佛世界啊，这些说法呢，天堂不是佛世界，佛世界就是诸佛啊，这个清净业力所成就的是净土，不是天堂。那么基督教讲永生，跟佛教讲的不生不灭，是不是很类似？这各教有不同的解释。如果以佛法来看呢，在天堂里边所讲的永生，不是佛教讲的涅槃界。比如说这个外道修行最高呢，就升到这个飞翔出天，它呢有八万大劫的入定。是很长的寿命，但是呢入定起来还要轮回，这是佛教的解释啊。供佛诸佛菩萨一定空性，那我们这些香花供养对诸佛菩萨是不是没有实质意义？我们香花供养对诸佛菩萨不增不减，没有什么啊，他贪图我们的享受供养不存在，但是对我们自己有意义啊，是表我们的虔诚，
为我们自己增长福报，让我们自己呢善根增厚，对自己有意义。母亲脑血栓后遗症半身不遂，用什么经典和修法使其快速痊愈？还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不用说。家里供三圣佛，每天上香的时候啊，只拜阿弥陀佛。那两位菩萨呢，只是在圣诞日拜一拜，这样好像又不对。不要这样想，我们供了三圣佛，每天拜下去是以阿弥陀佛为主，观音、释智同时拜到了。不要心里面说我就拜阿弥陀佛，观音、释智不拜，这样有慢圣的，有就是对这个二圣啊有慢性的罪过。那我们是以阿弥陀佛为主拜下去，并不分得那么清楚，三圣都在这里边。如果你要特别拜的话呢，初一十五的时候，你可以再特别的拜完，比如三拜或者九拜之后，或者有人拜四十八拜，再另外单拜观音一拜、释智一拜就好了。那么你为净土人助念，有的说呢，一心念佛等阿弥陀佛来接引，也有法师讲呢，跟着最强的光去。我常常感到疑惑，哪种说法最准确？那么这个是教法不同。说中阴身救度啊，你要辨别哪种光什么颜色，到时候呢跟哪一个光走，这个比较复杂，也不太容易能够把持得住。到时候还来得及问哪个光吗？除非你平时啊修持有素，观想心里很有定力，所以还是净土法门比较容易。那个是密教的密宗里面的中阴救度法，跟净土法门的这个是不一样。那么净土法门呢，专修念佛呢，只要等阿弥陀佛来接引就好了啊，这个比较稳当。不必再采取中阴救度法，只要专修念佛就可以。那么至于说这个已经往生的人或者已经断气了，以我们净土念佛来讲呢，也是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因为当下他的中阴身呢，如果没去投胎还在身边，还没有快的去走的话，除非是定业啊，堕落地狱的直接下去了，往生净土的也就走了。那么在平时熏息啊，这个还没有这么快的去转世投胎之前呢，中阴身断气之后啊，一段时间就在身边，我们念佛我们开示他都听到，比平时的功能要强七倍，只是他的身心啊飘忽不定，这样我们来念佛给他，这时候只要念佛呢，就有阿弥陀佛的光明在旁边的加持他，消除他的业障。那么开示他只要随顺佛的开示引导，自然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很容易。临终的时候呢，不知道来接引的佛是真是假，专修念佛临终的时候啊，来接的都一定是真佛，没有假佛，不会有魔在这个时候变现来障碍我们。所以讲呢，临终之时非治魔之时啊。圆照律师有讲啊，根据经典讲，临终的时候不是治魔的时候。什么时候容易治魔呢？就是一般的修行啊，最容易治魔的就是说一个你妄心这个焦躁的求一种境界，贪境界，还有就是呢修禅定呢，激发这个禅定，激发阴魔等等，这是一种障碍。那么净土法门呢，是阿弥陀佛他本身的大愿业力来加持我们，我们念佛见佛呢就是相应的，这样有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光明当中，就好像在这个太阳下面呢，黑暗不能存在，在阿弥陀佛的大光明当中呢，这个不可能有魔的障碍，尽管放心呢。烧还债钱是否正确？烧还债钱不正确。我们所谓的债务啊，不是靠还债钱能够烧得了的，小小的债也可能烧一点钱就打发了。那真正来讲，我们跟众生呢、业力相缠，有很多的业债，只有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他们才可以解决问题。你杀了别人的命，烧几串钱给他就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的。修净土专修净土法门的居士，初一十五啊圣诞日是否到寺院参加法会和维持道场？如果寺院需要也可以来。那么同时呢，不放本修，还是我专修念佛一句佛号提着来，那么寺院的维持道场做事，如果不需要就在家里边呢专修念佛就好。就像大家见佛一样啊，你能奉行佛的教法就是最好的见佛了。他家的教徒诽谤佛法，然后呢又转过来走入佛门，像他们这样曾经诽谤过佛教的人，如果念佛是否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我们生生世世都干过这样的事，不过有的是今生就看到，我们前世都做过。本来佛法就是谤法缠提，回心皆往，只要回心了。所以佛教本来释迦牟尼佛在世间成佛，
他所收的弟子都是外道的，外道回心向啊回邪向正，那么佛就摄受他。那只要能回心向佛念佛的话，不论是他教徒、佛教徒，还是没有信仰的人啊，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显示此法大慈大悲，广大无边。念佛人命中有痛苦，迷惑颠倒，神志不清，无人助念，这样情况能否往生？回答过了。如果平时啊信愿不专，信愿不坚，念佛不专，那这种情况就危险了。那如果平时信愿坚定了，这种情况不存在。表面看起来神识昏迷，其实阿弥陀佛来接引都看得很清楚。啊，像我上次讲的贵阳那个盲人是个女的，那么昏迷一天，醒来就说我见到佛来接引，开口就念的第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还有很多例子，还有慧净法师的表哥，植物人40几天在医院里边，那么从来没有学过佛法，因为他后来生病了，脑溢血，突然心肌梗塞，送到医院，结果法师去开示他，放一个念佛机给他，每天去开示他15分钟，然后再带儿女啊家人带他一起再念15分钟，因为每天只能呢探重病号探半个小时，然后放个念佛机。结果走的时候非常殊胜，显现成了一个出家人的样子，坐着莲花啊，光头，披着袈裟，来显现给他的子女们看，往生西方净土了。所以这个神识哈是不受我们器官的影响的。这个第六意识啊是个脑器官，脑器官坏掉了，神识还没有坏；眼睛坏了，神识也没有坏。这六根呢，它是六识，那么神识还是很清楚明朗。地藏经说，人死后啊，49天之内随业受报，鬼魂出来闹事是什么原因？49日之内啊，这是指一个比较长的时限，一般的7天就去投胎去了。那么有的时间长呢，就49天呢，滞迟不超过49天。还有一些呢，冤业特别重的，执着特别重的，成为守尸鬼啊，要报怨报仇啊，可能呢多年就不能投胎，那就苦了。那么出来闹事，就是他可能有某种心愿没有达成，那怎么办呢？那念佛回向给他啊，开示道理给他听，尤其在49天之内为他念佛超度回向，功效啊比较明显，时间太久了呢，就感应力就弱了。那说冤亲债主为他念佛啊多少万遍还不肯离开，身体啊有病不顺利，怎么办？怎么办呢？还是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要把我们的心啊放在身体方面。当然凡夫难免如此，这样可能我们心会摇摆，你看他的说法心在飘忽不定，就打定主意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把我治死，我也是往生西方，这样不出一段时间就自然解决问题。没有这样的坚定勇猛的决心，这个藕断丝连的牵牵挂挂的，这个就很难了。有人说家里不能供地藏王菩萨，说供他呢招鬼。有人说呢不能念地藏经啊，或者说晚上不能念会招鬼，这个都是邪知邪见，不正确。一切佛菩萨都有功德啊，都可以呢利益众生，不说我们供地藏菩萨就招鬼啊，不存在。那专修念佛呢，就供南无阿弥陀佛。地藏王菩萨对一切，好像觉得地藏王菩萨是度地狱的众生的，他就跟鬼有打关系。好像供地藏王菩萨旁边就是鬼，这个错误的。菩萨都有身相光明，怎么说呢？像这个医生啊，就是救病人的，不是看到医生呢、啊、他旁边就是病人，他的职业是救病人，他本人不是病人，他也不一定就是周围家里人都是病人。那么地藏王菩萨就是救度三恶道的众生啊，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早课是送大悲十小咒楞严咒还是送弥陀经？净土法门的修行啊，是以念阿弥陀经啊和念阿弥陀佛为主。有人说我自己欠阎王债还不了怎么办？说欠了阎王的债然后烧纸钱给阎王，这个也不是政治正见。其实我们不是欠阎王的债，我们是跟众生之间呢欠了业债。阎王不过呢是代，因为你有这个业债啊，你要去受报，他不过是代这个因果啊，是这么一个感应代理这件事情。就好像说呢，这个你在世间呢欠了人命债，然后呢判你死刑，不是你欠这个法官的一条债一条命，是欠那个人的一条命。法官不过是依法办事罢了。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要脱离阎罗王的掌心呢，那就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不然的话自己是没有力量睁开的，只有靠阿弥陀佛的大愿业力。有的居士啊，接受密法灌顶，接了传承，改学净土法门，是否能堕金刚地狱？回答过了啊，这个我们不是在心上舍法谤法谤上师，是我们呢觉得这个法门，如果这个法你觉得你有确定的把握，按照这样的修持，今生可以往生你的净土，你不必改学净土法门。如果觉得完这个法门自己修持不能出去，那么你自己的结果本来还是要堕落的，对不对？你按这个法修不出去，你将来还是要堕落啊。那我转过来修净土法门，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旦到达极乐世界呢，法门无量誓愿学，开无边之悟，这个不叫舍法，反而是都得到了，真正的有智慧。就像孩子上大学读书一样，他不是舍了父母，他因为了更好的报效父母呢，所以现在到学校里读书，好像一年360天不在家，但是没有舍父母，对不对？那我们先到极乐世界去，也没有舍众生，也没有舍佛法，更是为了度脱造苦的众生，为了法门无量能够誓愿学道，所以才到净土去随佛修学，比在这个世间呢修凡夫那就好多了。这个是暂时的做一个调整。这个受了菩萨戒哈，说按照善导大师的净土传承呢，属于南行道啊，靠自力圣道法门和净土法门的教相教理大相径庭。那么受了菩萨戒的弟子应该怎么做？这个是理解上有点偏差。受了菩萨戒的弟子啊，还是以你菩萨戒的身份来手持菩萨戒，这样的身份来念佛，所以不减多闻持净戒，不减破戒罪根生。并不是说受了戒的人不能念佛，有矛盾不矛盾？那么你持净戒念佛就更好，你多闻念佛就多闻念佛，你能够持净戒念佛就持净戒念佛，更值得啊，这个身心清力就更好。那没有办法的，也不能持戒的，也没有去受戒的，就是一般的啊世间的人，他来念佛就以他这样的身份来念佛，这个不矛盾。本来净土法门是救度十方众生，十方众生里面包括这个受戒的和没有受戒的，持戒的和那个破了戒的，通通包括在内。所以大家各以自己能做到的来念佛，并不是说啊我来修净土法门了，我这个菩萨戒有困难了，我是不是不应该受了退掉了？不是这样。罪大恶极的人判死刑，那么执行枪决的人算不算是杀人？有没有罪过？如果没有冤狱的话，没有罪过；如果有冤狱的话呢，就有共业。法官呢，到执行者，大家都有共业了，因为这个是他本身的业因，来要遭受这样的果报。这执行刑法的人呢，不过是代行其事罢了。但是呢，这个对我们一般来讲啊，可能心理上还是有障碍。害虫啊，杀消灭害虫是否要受果报？要受果报。这个在战场上杀敌，死后是不是要堕入地狱？如果我们众生啊，这个嗔恨心有杀生心，不管为什么理由，那都会堕落，都是如此。药物、微生物研究的科学家，那么用了大量的动物做实验，会不会遭受果报？会遭受果报。所以世间的事情呢，都是不清净的，我们都是会损利一方，就损害另一方，当然就有果报了。你赚钱他亏本，亏本的就不乐意了，你身体健康了不好吃掉了，那当然我就不乐意了。所以世间呢，这个进退两难，没有一件事情是清净如法的。按佛法来讲，都是杂毒之善，你都杂有不纯粹，佛法才纯粹，往生净土呢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入狱行凶行杀人是否要舍身相救还是置之不理？这要看你的发心，看你本身目前是什么位置啊。这个菩萨啦，菩萨也有这样的舍身相救的。那么是菩萨，他是为了遮止这个杀生的人，他会杀人，对方呢会遭受果报，他自己的嗔恨心也会堕落地狱。那菩萨为了遮止这件事情，宁愿自己堕落也要阻止这件事情，那这个是菩萨发大心。我们是否能发起这样的大心？是不是在做这样的事情里面内心呢不起嗔恨，不起动念，那么自己呢自我审量。那这样的说法哈，比如说这个都是世间善了，如果没有菩萨真正的无生法忍和菩提心的话，是落在世间善里边，还是有嗔恨心啊，所谓正义感啊等等啊，这个是世间善。
以佛法来讲呢，以念佛啊，如果当时遇到这种情形，你大声念佛，马上也能解决问题。有很多人一听到佛号，他马上就愣住了啊，怎么回事？有一个妈妈呢，她的儿子呢，也是跟别人发生了这个纠纷，然后呢，人家拿了黑社会的人来报复他，看着就拿了刀要打他了。他母亲离他大概两三丈远之外，没有办法的救他了，只有大喊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哎，对方的手就举了，就不停不下去了，就杀不下去了，愣住了。那然后这个就化解了。所以观世音菩萨也有这样的力量嘛，有枷锁啦，有刀枪的伤害啦，你念观世音菩萨就能化解。如果遇到这种状况，你可以呢虔诚至诚念南无阿弥陀佛来相救。我学佛有一段时间呢，身体不好，是业障重吗？是，每个人都是业障重，怎么办？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寺院里边呢，跟人家写书啊，书写帮你写书啊，抄八条。那么这样呢，编写的时候啊，就给同来的邻居朋友也为他们拿钱呢写抄八条，这样好不好？这样好，这样是利己利他。他好是好呢，我初一十五啊，他说这样的写，亡灵算不算背因果？亡灵不算背因果。那如果亡灵背因果的菩萨都不能发菩提心来利益一切众生呢？这个他可以得利益的，他无所谓背因果不背因果。好像说非要他自己的亲人为他才叫不背因果，因为本来六道轮回之间呢，谈不上谁是谁固定的亲啊，固定是谁的父亲谁的儿子，本来大家都互相轮转。那菩提心呢，就是要怜悯一切众生。说初一十五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迷糊，身体有时候不好，是不是和些这个抄八条有关系？或许也有一点关系啊，或许没有关系。怎么讲呢？因为你每天啊，初一十五在写，每次在写，而且心中呢在写这些名字，或许就有缘的众生啊，就知道你这个人呢发了这种慈悲心善心，所以提前呢就给你一个信息，让你啊要为他回向，为他写条。那有可能有这种状况。那如果是遇到这种状况呢，并不害怕，你只要念佛回向给他就好了，你等于在度众生，不管看见看不见。如果你还觉得说啊，这个有点困扰比较厉害严重的话，也可以呢稍微歇一段时间。那正好来讲，就是当下念佛给他回向不成问题的。这个什么叫二谛，什么叫三法印啊？二谛呢是叫真谛和俗谛，谛是指真理，真谛就是指呢修行成佛了生脱死，有关佛法讲这方面的真理。俗谛呢是讲世间的啊，这个因果啊，道理啊，为人处事啊，不背这个原则啊，五戒十善呢、啊、这些描述讲述世间的这个状况，这些呢叫叫俗谛啊，世间的真理。那我们佛教讲空啊，空性就讲就是讲这个出世的真谛了。那么世间你就不能讲都空了，什么都空，那父子也空了，坐着板凳都空了，因果什么都空了。这个真谛里边包含有这个外相事相，这讲起来比较麻烦。三法印呢是指诸法啊，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符合这三点呢就是佛教的正法。如果不符合这点，讲有我啦，有常啦，这个让众生扰乱啊，心不静啊，不是涅槃寂静，这样呢就不符合佛法。所以这三点呢像印一样，盖上印就认可了。现在发愿持咒100万，可不可以放下就专持六字名号？可以，你专持六字名号里边100万咒的功能都在这当中都有了。说这个阿弥陀佛了，誓愿当中乃至一念乃至十念已经往生。有的人呢就强调一念十念，说已经往生，我这个经文教理也不用听，有关的法也不用闻，自己呢就去打扑克，去开麻将馆打麻将，说自己呢已经上了大愿船了。这样的人上大愿船了吗？他上了麻将桌他说他上了大愿船啊，这个错误的。这个念佛啊是念念相续，不是说一念十念我就去打麻将开麻将馆，这个在造罪造业，不是正知正见，这个将来堕落。所以欲求超生反见堕落啊，就是讲的这种。所以呢要回转这样的错误的之见呢，来老实念佛，踏踏实实念佛才好。有的人呢就强调说信心，你只要信了就可以了，
你信坚定了就行了，佛也不用念很多，一念十念就行了，只讲信心不讲念佛，这个也是错误的之见。信是信什么呢？信是信念佛必定往生。像这条船，我相信坐船一定可以过海，那么要上船。你光在那里信，你不上船还是不能过海。相信吃饭一定能饱，但是不吃饭还是饿肚子。所以呢，这个叫有实修，信和行是一体的。那我们念念念佛是不怀疑的念佛啊，每念念南无阿弥陀佛都不怀疑。同时我们有这样的信呢，才引发出念念的称名。那除非说我时间没有了，当下就命中了，当然不存在了，当下就往生了。说生过者是不是有过啊？不论何人说生过呢，当然是有过。但是这一点哈，说有的法师这样讲，法师讲法了，我想大家还是谨慎一点。他是在什么因缘情况下，到底讲些什么事情，真实意在哪里啊？我们不要见法师的过，所以我们自己呢，不要说过。别人讲的到底指什么呢？要谨慎思维了。有的时候似乎在说过，其实呢是在维护佛教；有的时候似乎在维护，其实呢是在讲打圆场，没有原则性。就这里边呢就很难讲。原来啊，这个读的经，现在呢，比如《法华经》呐、《楞严经》呐，现在我不想诵了，想专修念佛了，可不可以？这样可以。那么原来的经典怎么办？如果有人想修学，你也读完整了，那么就不必放在家里边呢，在那里压着，可以送给恭敬的送给他啊，请去回去拜读。说也有人讲，我的经典念完之后啊，在家里留给儿子看，让他早点入佛门，这个算不算贪佛法？这个可以。这个经典呢，除非我们没人看了就送出去，有人看呢可以留在家里自己看，给孩子们种善根，种这个接触佛法。如果说贪佛法呢，是应当的，这个是正贪啊，贪佛法，爱乐佛法，爱乐解脱，爱乐佛的法身功德，不是贪世间的五欲。说诵经啊，字诵错了，咒呢字也诵错了，诵漏了，是不是要到补经处去补经？这个是有这样的记载，是指呢出家人，或者说拿了别人的钱，别人请你超度来诵经，结果呢不认真诵，在那里啊偷工减料，略掉一段，不漫不经心，诵错啊，诵漏啊，将来呢就到那个，你像这个画的哈，地狱变相图里面都有，到底下啊一个油缸里面去补，把你当年因为拿了别人的钱，不给别人消灾嘛，不认真做嘛，就要还这个业障啊，有这个说法。那么居士自己修行，自己念佛，会不会到这个补经处去补呢？没有见这样的记载。应该说我们诵经啊，即使说只要我们内心怀着恭敬和虔诚来诵，那么有的是口舌不利，或者有的字啊没有认识，不知道读错了，那这样呢也还是有功德，并不说这样就有多大的罪过。那么只是功德呢不那么殊胜，功德啊不全。那么这样也说明啊，诵经呢不是那么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你读错了，读失掉了，总之是有不是一个完整的一部经呢。那么还是念佛稳当啊，念佛就是念的不准，就是念错了，发音不正确也往生。因为四川人啊跟你东北人跟南方人念的都不一样，但是念的就是那种佛就可以。在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在感应录的第一集记载，台湾有一位菲律宾的，有一位家庭就雇了一个菲律宾的佣人。这家庭主妇呢是学佛修行的人，早晨呢就在那里念佛啊诵经。这个菲律宾佣人呢，他的儿子啊，菲律宾是岛国，在海上跑船，他也觉得哎，这个有一种宗教信仰啊，可能能保佑我的儿子，就跟这个家庭主人讲说，哎，你信的这个佛这个经啊，是不是也叫我念哈，也保佑保佑我的儿子。这个家庭主人讲呢，菲律宾呢这个佣人呢他不会汉语，只能讲简单几句话，教你也很难，这样吧，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好了，就教他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个菲律宾的佣人呢，他本身呢并不了解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他听错了，听成了三种蔬菜和水果。因为这三种如果用台语念呢，叫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呢就是莲雾
啊，是一种芋头啊，是一种什么啊？倒糊就是这个豆腐，藕泥呢就是芋头，藕泥叫做芋头，莲雾是一种是这个水果啊，一种素菜。他一听呢就听成这三种东西了，他说：“这三种也能保佑人呐、啊？这什么宗教啊？念这个东西也能保佑吗？”他还想说也有道理，那个人不吃饭、啊、就要饿死，可能还是能保佑啊。所以是个很愚的一个老一个庸人，这样他每天呢、啊，每天呢、啊、就擦桌子啊，搓地啊，他都很诚心的念念阿姆阿弥陀佛，念阿姆阿弥陀佛，念阿姆阿弥陀佛，保佑他的儿子，心里面这么念。结果他的儿子啊，就出海呢，后来就打电话告诉他说：“哎呀，他有一次出海难了。”海难呢，这个全船呢、啊、出海就沉没了，他自己呢就后来就抓住一个木头，当然在海上飘呢，后来就看见呢自己昏昏迷迷的，就看见来了一对这个树枝啊架着这个莲玉这个莲雾啊就过来了，香香脆脆的，他就吃，说还有豆腐啊什么之类的，救了他的命。那么他醒过来之后，人家后来过了三天啊，就船把他救起来了。他告诉人家，人家都说你脑子肯定是神经了，在海上肯定大概给又饿哈、啊、又累又恐惧，大概用幻象啊，都不相信。他说：“妈妈，我可真的吃着了，你救脆啊，啊救了一条命啊。”他妈妈就说：“哎呀，我相信，这就是我每天都念的，我每天就在南无阿弥陀佛啊，那我念的这个管用了。你看这个佛啊，很慈悲。”知道他要保佑他的儿子，很虔诚的念，这样天天念，那佛就是用这个来提醒他，你念的就是这种佛啊，来你看这样就有感应。所以我们念佛呢，你只管念佛啊，没有其他的说念的不准啊，念的有没有效果啊，都有效果的。一个人念佛相续念佛一定往生，但如果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贪心嫉妒心名闻利养分别执着心这个很重，又不注意修持自己，工作中遇到具体问题还起争斗心，能说他是修行佛法的人吗？也能往生吗？这个很难说了，因为人的外相和他的内心啊，不好讲，就是因为人的根基万有不等，阿弥陀佛救度啊，这样如果怀有这样的心的人，他念佛也一定能够往生的。那么如果他倚仗这一点，就说我毫不修持，念佛作为一个这个遮掩的话，那当然就不定了。就人念佛不念佛，他跟自己比较，比如他过去嗔恨心很重啊，一件小事能发三顿大脾气，现在通过念佛一件小事只发两顿脾气，就进步了吗？那么跟你比，一件小事不发脾气的比还算嗔恨心重的，他到底是达到什么水准什么样的状况，他内心自己知道有没有在进步，有没有在调柔，有没有在这个柔软下来啊？这个不是我们外人看他，我觉得我们不管受戒没有受戒，是要求自己严格，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如果老师要求严要这样，哎，你这样不行，你那样不行啊，就会起纷争、矛盾和烦恼。行不行不是你说了算，还是阿弥陀佛说了算。他要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至于说，如果我们互相之间是道友，讲的话别人也能信服，我们可以呢劝几句。如果说对方不信服，我讲话没有作用，就免了，你严格要求自己就好。他在打蚊子，你不要打；他吃荤，你吃素。他不是你自己家里人，你讲不了吗？你能要求人家？哎，你怎么要吃素？结果很多年友之间啊，因为这样的事情闹得很不愉快，我觉得没有必要。大家念佛是一个共同目标，那么在这底下呢，个人有他个人生活方式，这是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觉得可以劝就劝，劝不了就算。你念佛，你能保证你的丈夫、儿子、女儿都吃素吗？自己家人都劝不了，何况其他人呢？就不要在这方面啊，太计较了。那我们可以用行为来引导他，身教胜于言教，吵嘴啊，这个烦恼起这个语言纷争呢，没有必要。如果执着净土法门，对其他的法门抱有偏见，属不属于谤法？就不知道你是抱怎样的偏见，抱什么样的偏见呢？这个偏见和谤法呢，还是有差距。谤法是内心里边认定没有佛没有因果啊，诽谤佛法。偏见呢还不至于谤法，但是呢也不好。所以偏见是什么呢？只有我净土法门才可以了生脱死，所有的法门都不能了生脱死，这样的说法呢就有偏。不是法门不能了生脱死，说我这样的造罪根基，这个时代我这样的根基只有念佛我才能了生脱死，
对方你是什么根基我不知道，或许你是大菩萨，那么你有相应你的根基的法门，修禅修密，只要相应你的根基都可以了生脱死。只是在这个时代呢，劣根下根啊，这个烦恼深重的根基大多如此，所以我们才推展这个法门，自己啊同病相怜。如果对方他不认账，他说我是个大菩萨的根基，那恭喜你，那我们就不要，你就闭口真言，不要讲话了。他不认账，他不认你讲这干什么呢？又个人根据他自己的事情呢。修净土法门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最大的障碍是疑惑不信啊。最大的忌讳是什么？最大的忌讳就是杂修不专，除此之外没有障碍。所以善导大师就讲嘛，一心信乐，求愿往生，上进一行，下受十念，以佛愿力，莫不皆往。除了你不信佛，诽谤佛啊，你不愿意念佛，除此之外通通往生。所以印光大师说，只要能深信，只要能发愿，只要能念佛，没有不往生的，故名万修万人去。所以阿弥陀佛不接引什么样的众生，阿弥陀佛什么样的众生只要念佛愿往生都接引，没有哪个不接引，除非你不念佛不愿往生，他想接引也没有办法，不是他不接引，什么人都愿意接，没有办法接到你，你不愿意去。广学多闻应该具备什么标准才可以？不开根本智可以广学多闻吗？开了根本智你就不简单了，那就不得了了。这个各随根基了哈，各随根基，还是要把握根本，先把往生大事来解决。如果修学教理呢，先以净土这一门的深入，以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你先稳当的了解它，然后往生这个大事啊定下来，行有余力，你再呢去看他宗他派的，也可以，这样都可以。不忏悔念佛能成佛吗？这可能他表达的不清楚。如果说这个人毫无忏悔的话呢，那当然不能成佛。他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专门念佛，没有另外去做忏悔的仪式，这样可不可以往生？这样可以。那我们念佛是因为就知道自己是个罪恶凡夫，我怕我自己要堕落地狱，这种心本来就是一种对我们的错误啊，有个正确认识，然后希望将来我永远不要犯，我到了极乐世界，我成佛菩萨了，不会再犯过失了，这样才永远解决问题。这样呢，本身来讲就是属于忏悔的内容，这样就可以的。忏悔怎样忏悔呢？一般呢就是该修念佛的人就一念佛，如果有特别的事情呢，也可以特别忏悔啊，这某一件事特别心中觉得，那么就可以来念佛回向啊，忏悔啊，也可以。这把年纪的人早晚课哪些内容更为适宜？年纪大了早晚课一句名号最好，如果你嫌不足呢，稍加一卷弥陀经最多了，或者呢是初一十五念一卷弥陀经，其他平时都专门念佛。另外我们专修念佛的人不限于早晚课，早晚课之余一天到晚叫念念相续，念念不舍，一天到晚都在这个念佛当中，也可以讲是这个早晚课呢是一整天的，那这样才好。不要说我早课做完了，晚课做了，中午一大白天就去打麻将，就去玩，就去旅游，那样不好啊！走路啊，都可以念。外甥女16岁，不会走，不会说话，吃东西让人喂，怎么样帮她解脱？这个非常苦恼，真的是。这个就是过去业障来的，劝她念佛，为她念佛回向，让她早一点离苦得乐啊。四大皆空，四大皆空指地水火风。我们身体啊是由四个方面的元素组成的，骨骼就属于地，坚硬的啊，这个精液啦血液啦都属于水啊，液体的。这火呢就指我们身上的暖气，风呢就指呼吸，人生就是这四点组成。我们本身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我存在，这个身体也不是我，所以叫四大皆空。八苦呢就指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啊，这个怨憎会，五阴炽盛苦，每一个人免不了这八苦的，生下来都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想求到的求不到求不得啊，这个相爱的人呢一定要分开，像母子分离啊，爸死了哭一个死去活来，怨憎会仇人呢非要在一起。你看现在很多人结婚又离婚，为什么要结婚呢？你们本来就是仇人，跑一块了，碰到一块又打嘴又吵嘴打架又离婚，还有的离婚又离不了，吵吵闹闹一辈子，哎呀苦恼的要命，没有结婚的就不要结婚了，多麻烦。
真的在家人呢、啊、苦啊。如果您家的孩子啊孙子啊他们愿意发清净心出家，最好成就他出家的因缘啊。地点呢就是般若寺最清净的道场，我走了很多地方，这个里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出家师父啊都很有道心，这个行持啊都很好。所以在到这个地方待着不像在城市里边，我进了这个寺院门就不愿意出去，就好像在山林里边一样，根本感觉不到在长春市。有的寺院呢就是相对来讲嘈杂喧闹一些啊，这里很好。有居士回族人家人不信佛，死后按本族的习俗被裹上白布土葬，如此能否往生？这个居士呢平时念佛，那么如果这个居士平时念佛也心愿坚定的话，不影响，决定往生。你裹白布也行，裹黑布也行，随你裹什么，死的死了，还你裹什么。那么如果平时不定的话呢，那么家里临终的时候啊又没遇到好的善缘的话，可能就有障碍啊。所以还在平时啊兼顾心愿专修念佛。我们往生能否往生，不要像押宝一样，不要压在临终助念上面。哎呀，临终的时候找几个人帮我念一念佛，这个不可靠，万一找不到人呢，对不对？万一找到人路上这个车交通障碍住了呢，万一找到人生病来不了呢，对，万一我们死在外面半路上呢，这个都很不能保险呢、啊、我们要如果押宝就压在六字名号上面，压在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上面。阿弥陀佛保证我们说，不管你在路上死在家里死，有人助念没人助念，你只要专念我名号信顺不疑，决定往生。没人助念，我带了千千万万的菩萨来迎接你还不够吗？还要谁来助念？如果实在没人助念，我们现场开一个菩萨助念会，用这一万个菩萨现场给你念上一段时间好不好？对不对？不用在这个娑婆世界助念了，到极乐世界哗，无量的菩萨就来问讯你说，哎，娑婆世界某某凡夫你也来了，我等菩萨前来问讯。这个经典都有讲啊，到极乐世界啊，诸大菩萨就列队两边欢迎我们，然后呢就现大神变在空中，菩萨神通啊，这个童子现为童子之身在空中做神变来为我们表演一番，欢迎我们，然后引导我们去见阿弥陀佛，然后呢在阿弥陀佛旁边低头一拜得无生，一磕头下去一抬头开悟了。有关戒律的问题哈，都请老法师来回答。好，我怕我回答有错误。五音念佛是六字洪名，为什么有的师父说五音念佛是心外取法，请法师开示。五音念佛本身也没有错误啊，它是有一种五种音调来念佛。你愿意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都可以。那么提倡五音念佛呢，主要是在讲解方面呢，可能有点缺失。说要念到一千万才往生，念不到一千万不能往生。一说呢，念到一千万呢是自己的佛自己的化身来迎接自己，这个教理上是错误的。但是念佛是没有错的啊，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念这个都对了。你五音六音七音八音都可以。家人不信佛，走的时候不能按佛法办怎么办？家人不信佛，走的时候不能按佛法办，那你现在就按佛法办。现在就一向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好了，这个到临死的时候佛菩萨自然来接引。专修专弘是否正确？不专修专弘今生能成就吗？专修净土法门，专弘净土法门100%正确，当然正确了。不专修专弘今生能不能成就？那指什么成就？要指了生脱死的成就的话，不专修念佛可能一般的根基都是成就不了的啊。这个自省根基而谈，上根中根下根之人应该怎样修学才合理？以善导大师的解释呢，不论上根下根，阿弥陀佛在无量寿经里边普劝一切上中下根之人呢、啊，都要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根基大到不能念佛的，说我是上根立志不用念佛；也没有根基小到说我不够资格念佛的，说我根基太漏劣了，我念佛阿弥陀佛不要。没有大到这个等觉菩萨，小到少到我们造罪众生啊，通通平等。不孝亲，不孝亲尊师，今生能否往生成佛？不孝亲尊师啊，是造罪业。如果不入佛法，这样的人将来堕落比谁都快。如果能够遇到念佛法门，回心忏悔，还是可以往生。念佛几十年，烟戒不掉，可否往生？
能往生，但最好戒掉。实在戒不掉，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到那里就戒掉了，没有烟给你抽。啊，最好戒掉了。这个烟呢，这个人不知道怎么搞就戒不掉，得了个肺癌你就戒掉了。哎呀，医生说了，佛的话不听，医生讲就听了。说某某人呢，你不要抽烟了，肺癌得了，再抽烟马上一个月就没有了。只要戒烟，马上不得肺癌，马上就戒掉。你何必呢？这么大一个人，五十岁、六十岁像孩童一样，怎么讲他就不相信，非要这个不撞南墙啊，不回头啊，不见棺材不落泪。抽烟呢，又嘴又口臭，又不利身体健康，又呢污染空气，又呢这个耗费这个福报啊，消耗这个财力。总之呢，有种种的过失，应当戒烟。每天相续念佛，用不用回向和忏悔？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做功课呢，还是可以圆满他的仪式，做完之后啊，就回向，或者呢，每天晚上啊，也回向，但是不必太多。那么，如果有人说，哎，我走路念的佛，刚才念了十分钟，要不要回向？刚才是不是要回向？不必那么太麻烦了，可以晚上呢统一回向一次。回向有多种，一个是回向求生极乐。我们念佛呢，本来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不用特别回向呢，念佛自然成为往生之业。第二是我念佛呢有特别的事，比如说母亲的一周年的忌日啊、或者是什么日子，我要为我母亲呢念七天佛，让她超生，这个也单独回向给我们的母亲，这个是特别回向。还有普通回向，说我念佛呢啊、在这个菩萨圣诞里边，我要回向一切法界有情众生，那也可以。那就念善导大师的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平等是一切，同发菩提心，往生安乐国就可以了啊，都可以的。学净土法门是否要重新做皈依？不需要啊，我们皈依了任何一个寺院的师父啊，认为任何一位出家比丘甚至沙弥都可以为我们传授皈依。那么是皈依三宝，三宝代表一切佛宝、法宝、僧宝。我们来念佛呢，是我们选择一个自己啊修持的法门，不必要另外再做皈依。皈依之后，通通都有了。说这个亡灵啊，死了七八十年了，再为他写超度，可不可以写？说时间久了，早就投胎了。那么虽然投胎了，如果你现在为他念佛超度呢，仍然有效果。或许还堕落在恶鬼道或者在地狱道。那么即使投胎做畜生了或者做人了，如果我们念佛会改变，会增加他这一世的福报。比如他投胎做一个猪了，本来要去挨宰的，或许就被别人买来去放生了。或许他投胎做一个人呢，本来是呢穷苦的、或许就有人给他一个合适的工作，这能改变他，还有帮助。每天给佛供水，这个念供水咒是否算杂修？每天给佛供水，专修念佛的人就不必另外念供水咒，你就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好了。念大杯水喝，家里人有事病了，给他念大杯水喝，是否算杂修？不算。那么如果念佛号，这个水呢也是一样的，有加持功效啊。这个我试验过多次。好，那上午呢，回答问题啊就到此。好，谢谢大家。啊，妈咪说。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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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